旋转木马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另外一家人可得隔出距离排队，先看看地上，要间隔一公尺。清明节加上儿童节假期，往年儿童乐园是人挤人，海盗船坐得满满满，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还得保持社交距离。海盗船上中间几排都空空的，再看看坐在飞天神奇号上，显得有些孤单。没有戴口罩，因为是附近没有。附近没有其他人。昨天大概减了大概六成左右。北部游乐园受到天气跟疫情影响，游客不多，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似乎都往花东跑。海洋公园里的海狮表演热热闹闹，乍看就人好多，但游客还是有刻意将座位距离隔开。园区里的人也都会戴着口罩。昨天大概将近3000人，那今天我们预估应该会4000到5000人，就一倍以上是一定有的啦。另外一家游乐园，游客入场得先量体温，也宣导要保持距离。游乐设施消毒再消毒，就是要给游客们一个安全的环境。